下来这一对夫妻档也是一样哈，到今晚上台还佫摕51，变到这里对的哈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真的上台表演日本歌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他们接受困难跟挑战，掌声鼓励我们的怡君带来这首《我就他》。看不出来哦，上台还佫摕五十，因为咧对表嚟讲。